去游泳，天气太热了，所以爷爷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游泳池。所以学了啥都行，真的你说能进的情况下，我这个人比较好动，天天都想干点啥。由于党和国家的培养，我具备一定的知识，这种知识对于工农业生产都有用，就想把我会的知识赶快贡献出来。不管青年，不管老年，有所爱好对身心健康都有好。2022年7月，陕西省安康市65岁的爷爷黄宝明，亲手为孙子孙女打造的有游泳池和小木屋的童话乐园，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。大家在赞叹他手艺精湛的同时，都纷纷留言感叹，这是位有爱的宝藏爷爷。那么，黄宝明为什么想到要为孩子们打造这样一个乐园呢？是房子建好之后第二年修的，之前每年夏天都蓄满水用来游泳，这两年没用了，成了污水池。这段视频是今年6月黄宝明带着儿子女儿共同改造游泳池时拍摄的。这个游泳池所在的地方曾经是一片小鱼塘，看到小孙子们喜欢游泳，黄宝明就萌生了为孩子们建一个游泳池的想法。在儿女们的帮助下，加上曾经做过石匠，黄宝明很快就将游泳池建成了。三个小朋友也在爷爷亲手打造的这个游泳池里学会了游泳。黄宝明的子女们将父亲制作游泳池的过程拍成视频记录下来，发到了网络上，没想到引发了网友的一片赞扬。那东西我看到，我感觉我这个爷爷做的还好像还活根啊。老爸又找来了几个废弃的摩托车轮胎，涂上漂亮的糖果色，孩子们应该会很喜欢。黄宝明说，他从小生活在农村，那时总盼望着夏天能有个安全又干净的地方，可以痛快的游泳。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，这个心愿一直没能实现，所以他建游泳池不仅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，也是为了弥补自己多年的遗憾。那个时间那个生活条件你达不到那个愿望，咱们只能是在那个水沟里头去活一活，有时间有哪儿一个水坑啊，那个活的我跟你说，那回来那耳朵里头都是泥。其实在修游泳池之前，黄宝明还为孙子孙女们做了很多有趣的东西。有一次他在陪孩子们看电视时，看到孩子们喜欢动画片中的小树屋，黄宝明就拉着两个儿子，甚至还请了外援，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做出了一个和动画片中一模一样的小树屋。做起来最难是服务，我现在一打开那个做服务的那个视频，我都感觉累，真的那个累。第二，你打个电钻呢，啥东西都不敢吃力。你在那个服务上去吃力，打那个电钻，就是别把的。人一天走过在地下能做的，一天做的活，在高空你得两天你还比那个地下一天还累。尽管做小树屋的过程很辛苦，但看到孙子孙女越来越喜欢回家，黄宝明和老伴儿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我的想法就是说，孙子是需要个啥东西，但是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我做这些东西投入不大，总共下来能花上20000块钱。我这个人比较好动，我一天天天都想干点啥。黄宝明的一个外孙，两个孙女都还小，最大的7岁，最小的才2岁。在他们眼里，爷爷的老房子就是他们这个暑假的儿童乐园。我们天天喊的要去河边去游泳，天气太热了，所以爷爷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游泳池。你觉得你这个暑假快乐吗？快乐。你觉得你这个暑假快乐吗？快乐。因为爷爷送给我们这么多东西。黄宝明家现在住的这栋房子修建于11年前，这些年一直没有装修过。
老两口平日里省吃俭用，但为了让孩子们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他们很舍得花钱打造属于自家的儿童乐园。我搞这个游泳池搞了以后，他们暑假这长期是在这陪我们，是不是感觉好吧？回来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就是哎呀，有时候打打闹闹的，走了我好像寂寞的很，又想他们。黄宝明的三个儿女都已经成家立业，并在安康市区买房安家，每家各有一个孩子。他们对于父亲建树屋、造游泳池的想法都很支持，也愿意帮助父亲把老房子改造得更加有趣。我想，我小时候如果有一个树屋，在伙伴里面就觉得应该是很牛的一件事情了。给孩子做这个的话，给他们满足这个愿望。孩子要是长大了，你就给他做得再漂亮，他已经不需要了。从三个子女所在的安康市区到老房子最多半个小时的车程，自从有了树屋和游泳池后，大家隔三差五便相约一起回家看看，既陪伴了父母，又让孩子们玩得很开心。他们喜欢在农村，都不喜欢在城里面住。爸妈年龄大了嘛，然后在家他又没啥事做，然后就是种地啊，闲下来就是给他找一些事情做，也挺好的。他这样的话，我爸妈精神都状态都挺好的。咱们到这个50、60岁以后，人这个想法就跟那个年轻人想法不同了。他们现在不需要钱，老人是需要那个儿孙绕膝吧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孩子的童年就那么几年，很快就长大了，让他们快乐的过好这个童年，让他们长大以后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回忆，长大了后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，他们都可以有这段美好的回忆来治愈。现在孩子们因为开学回家少了，但黄宝明每天依然忙碌，他要用灵巧的双手把家改造得更加美好，为孩子们的童年增加更多的欢乐。你看这多好看，好看。我年轻的时候都是靠助学金学习的长大，这样我应该保他社会，保他这个命。这个店主拧在外面表上也可以。2022年夏天，山东省济宁市81岁的退休教师王广杰在直播间教电工知识登上了热搜榜。每天晚上有数万名电学爱好者和从业者通过直播跟着他学习。王老师的课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呢？是我邻居的一个核桃地。王广杰说，那是因为他一直对新事物、新技术保持着好奇。2年前，他开始接触短视频，跟着网上的教程学习剪辑、上字幕，拍摄制作了不少短视频来记录生活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主要是拍短视频，到后来我发现在家里直播，它不随时间的限制，完后我就可以直播。这样呢，对于广大网友和尤其是新老电工和热爱电工的这一门技术的人，有好处，有效益，他们喜欢。1963年，王广杰考入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学习机电专业，毕业后被分配到铁道兵部队从事技术工作。1974年，王广杰从部队转业到原济宁市第3职业中学任教。1996年退休后，他又到当地一家技工学校发挥余热，直到2016年，王广杰才离开讲台回家养老。我自身由于党和国家的培养，我具备一定的知识，这种知识对于工农业生产都有用。也想把我会的知识赶快贡献出来。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，居家隔离的王广杰萌生了制作电工知识短视频的想法。他采购了黑板、支架、K
开始录制自己的授课视频，剪辑后发布在网络平台上，虽然也收获了不少回应，但每天一条电工知识短视频的传播效果并没有达到王广杰的预期。有的网友就说王老师，你应该在做直播，你做发这些短视频效果还不如直播。我心里想，正合我意，那好啊，能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来，这不更好？我没想到这个影响面那么大。总的大题目，电流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从欧姆定律到电流、电阻，王广杰对着手机屏幕为大家讲解重点知识。因为板书漂亮，讲解易懂，时不时还穿插讲述物理课本中的名人励志故事，王广杰的每堂课都会引来数十万网友点赞。但我直播了不到三五天，结果又上千人了。结果五天以后，一个礼拜，最高能达到一万多人。哎呀，我心想呢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我得琢磨一下。哦，原来是我传播这个知识，这个路子走对了。所以网友也不是喜欢我这个老头子，或者怎么着，他是喜欢我这种精神，这种传播，这种不能用手测量，手测量不准。王广杰的课因为通俗易懂，聚集了很高的人气，大家都记住了这个很会讲课的老爷爷。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让王广杰觉得自己的直播课非常有价值，每天备课直播互动，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。但81岁的王广杰从不觉得累，反而乐在其中。你从简单开始，我一步步地给你加深，你才能学会由简到繁，由浅入深。再一个就是打土比方，我们旧式的灯泡，那个灯丝里边为什么发亮发红，就是电流在通过，而且他们通过很不容易，受到了灯泡钨丝的阻力，那么它不容易，它不就发热吗？任意你过一个桥，这个桥很窄，相当于电阻很大，很多人在过这一个桥，它阻力就更大了，互相挤，它不就出汗吗？电流路过灯丝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，它就发热，发热发亮，我们人类利用它。随着直播间人气越来越高，网友们提出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。作为老师，王广杰自己也始终保持着不断学习的态度。他买了很多最新版的电工书籍，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。讲课的时候，由于我的知识，这些基础知识，我的难题就是需要与时俱进。就得要，我还要边直播边学习，要不然赶不上高科技的新时代。你知识落后了，交给这些青少年是不行的。还有的学员说你讲的有点太简单了，他还想再学学这个编程序。是。这是一条。在王广杰的直播课上，还有一位助理，就是他的老伴儿李凤兰，他负责记录一些有价值的网友留言和提问，以备王广杰下一次教学直播使用。有的网友给他提问题，我看他提的问题都很多，我怕他又讲课又在看这个网友们的反应，他看不过来，我就帮他记。他讲完课以后，我就再给他说，再看参考改进，或者是有提问的，他再给他答复。虽然直播教学占据了王广杰不少时间，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其他爱好，一把二胡也是他晚年生活的快乐源泉。觉得没事了，我就开始拉二胡。什么叫唱命？什么叫音命？什么叫节拍？我就开始学那个，自学音乐。学了音乐以后，我就买了二胡，开始拉二胡。为了学好二胡，王广杰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：无论多么忙，每天必须坚持学乐谱。不管青年，不管老年，得有所爱好。我觉得，
有所爱好对身心健康都有好。在王广杰的带动下，喜欢乐器的几位老人经常聚在一起拉琴唱歌，不论是在网络上直播教学，还是在现实中与社区邻里打交道，王广杰对生活的热情都让大家深受感染。看到了王广杰爷爷的网络直播，我们感受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。我们不仅从他的网络视频里面学到了物理知识，还看到了很多人生道理，而且还看到了很多老年人的娱乐生活、精神生活的不断提升。我们为他点赞。有的网友说不会，不要紧，你跟我学，我会由浅入深跟你学习。现在王广杰在网络上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。他说只要有人愿意来直播间听课，他就会一直讲下去。本身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，而且积累了50多年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技术有用。我年轻的时候家庭比较贫穷，都是靠助学金学习的长大的，这样我应该报答社会，报答人民。要现在的网友粉丝就是人民群众，我应该报答，也是应尽的义务。正因为我有这个思想，所以我有感觉，我不怕累。也就是每一个届都不缺。夜幕降临，7:30一到，王广杰又开始了90分钟的直播。一方讲台搭起一座知识交流的桥梁，让更多人受益。他用简单朴实的行为传播着知识文化，更传递着对生活的爱与热忱。